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宣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掀开注解221页。221页，请看第五行。四法界者，一是法界，二离法界，三是理外法界，此三诸教所有。在前面呢，我们跟大家报告啊，法界啊，一共有四种说法。上次呢，报告了三个，下面再看第四个。世事外法界，这个境界啊，可以说是唯独在《华严经》上我们有看到，其他经呢只讲到这个理事外。没有说到世事无碍。关于这个世事无碍，下面呢，我们来看参考资料，上册231页。参考资料，上册231页。我们继续看这个四无碍里面的世事无碍法界的解释，有看到吗？好，他说为一切分歧事法称性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世事无碍法界。这是一段，这种境界啊，说老实话，在我们现前娑婆世界呀，是绝对想象不到的。那么这种境界，我们将来还是可以证得、契入的，在哪里呢？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契入这样境界，不是靠自己功夫，完全是仰赖阿弥陀佛的加持。使我们呢，也得到经上所讲的这四种殊胜的利益，在那里我们就真正感受到四法界是圆满的。四法界呢，一就是四，四就是一，它们是相即相融，无穷无尽。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解释啊，这个四法界。下面呢，我们接着看注解221页第七行。221页第七行，以华严全圆今得少分，圆教全摄此经，此经分摄圆教。圆教是《华严经》，包含净土，
因为他这个后面呢有讲到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全摄此经。本经里面呢，我们也会看到世事无碍的经文，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底下是念老所说的，故莲池大师判小本为分缘，故列举大小二本中世事无碍法界实力。莲池大师啊，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就说这个阿弥陀经不是全缘，是分缘。他列举了世事无碍法界的十个例子，以证阿弥陀经分属原教。底下，可见莲池大师亦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此则中日诸大德之所同也。可以说呢，最早提出这一个看法的人是我们中国唐朝时候的善导大师。再看日本、韩国这些古大德的著作，他们的见解跟导公大师是相同的。那有没有不同呢？你再看下面继续说明，所译者或从之为圆中之圆，或迁之为分属于圆。从就是崇尚、尊重、尊敬，谦呢就是谦虚。这是大家呢在语气上表达有所不同。有的大德说呢，阿弥陀经是圆中之圆，而莲池大师讲的是弥陀经是分圆，没有讲圆中之圆，只是圆教里面的一分。这在后面呢念老把这个意思呢为我们说出来了。此盖机缘之一而善巧不同耳。为什么不同啊？莲池本怀与善导偶异，即日本诸大德何尝稍异？莲池大师的想法呢，可以说跟善导大师、偶异大师还有日本这些大德的看法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他老人家出生的年代呀不同。他在写《弥陀经疏钞》的时候，底下有介绍，正当狂禅风靡之际，在那个时代呀，明朝时候，中国佛教界呢，许许多多人推崇禅宗，藐视净土，而莲公为了要把这个净土法门再次的发扬光大，他就特别用《华严经》来解释《弥陀经》，告诉大家，《华严经》跟《弥陀经》是一不是二。关于这桩事情呢，后来到了清朝呢，彭继清老居士就说出来了，他讲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弥陀经呢是小本华严，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弥陀经呢是小本无量寿经。您从这个说法不就看出这三部经是什么关系呀？是同一部经。所以说华严经的教义跟弥陀经的教义啊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要把这些地方啊要看清楚。莲池大师在当时呢，他真的是不得不权宜善巧
拂旧群机，而作方便之谈。正如沈善登居士之言曰：“所谓大权菩萨，趋披当机，因病与药，世界因缘应而也。”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发心要做佛经注解的人，还有发心要出来讲经的人注意的地方。你看古大德这么样有羞耻的人，他还要受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就是说写注解跟大家讲经的时候，一定要呢小心谨慎，不要引起啊别人的批评。假如说我们写文章说话不谨慎，跟人家发生冲突，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所以这个表达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个真实的智慧，同时呢还把那个意思给说出来。大权示现，这是属于佛菩萨，属于这些圣人。权就是权巧，也就是善巧的意思。他们示现在人间，应该以人身现身，他就现个人身。另外，我们再补充一点呢，这个注解里面没有，在《法华经玄义》第六卷里面有提到，摩耶夫人，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净饭王呢是世尊的父亲；罗诃罗呢是世尊的儿子。那摩耶夫人也发愿呢，要做这个后面这些995尊佛的母亲，这就很了不起啊！当然那个时候，他这个名字呢就不一定再称为摩耶夫人。所以呢，佛菩萨来到世间呢，应化身份不同。那还有佛的弟子当中，1255个人，大家是不是都是凡夫修成的呢？不是的，很多人都是谁呀？古佛再来，那最起码也都是法身大士以上。可是他们现在那个相呢，像我们一样都是凡夫，慢慢断烦恼断习气。所以呀，内密外现，示众有三毒。这个内密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身份，他原来的身份我们大家一般都不知道，但是他现出来那个样子呢，大家都看到了。示众有三毒，这个三毒就指的贪嗔痴。实际上人家是真实身份是谁呢？都是法身大士以上来应化到我们人间的。那么他们呢也示现呢有贪嗔痴，那佛呢就为大家就制定了许多的规矩，这就是戒律的由来。诸亲族，这是讲佛的家亲眷属，我们讲释家族嘛，皆是大权法身上帝。你看，这就是他的真实身份，上帝就是上上上中上下，这个品位就非常高了，这都是大菩萨再来的。所以法身上帝呢，是指的十地等觉这些圣众，他们应化来的。岂有凡夫能怀那罗延菩萨？那罗延是金刚不坏身，我们凡夫呢，说真的没有这么大的福分的。那每个佛菩萨来到世间都是有各自的任务，他们扮演的角色呢都不尽相同。接着下面讲，至于莲池大师与苏超宗
广印净中经中，世事无碍之文，实欲深意，足证苦心。莲池大师啊，可以讲是为了要写这个疏钞，用尽了心思。他举了很多净土的经论，里面的经文，像这个世事无碍的经文呢，为我们说明呢，《弥陀经》《无量寿经》真的也具有呢《华严经》上所讲的四种无碍。特别是四法界跟《华严经》没有什么不同，这么一个说明呢，就把《弥陀经》呢地位一下子提高了，提高到呢跟《华严经》没什么两样。大家对于《华严经》是很尊重的，哎，一看到莲池大师这么一个说法，大家就不敢了再小看《阿弥陀经》了。所以莲池大师把疏钞一写出来，再一流通出去，影响力就非常大。从那以后呢，念佛法门在中国呢又逐渐的兴隆起来。很不容易啊，这不是佛再来的，怎么能够把事情做得这么好。盖世事无碍法界为华严译经所专有，所以四种无碍里面的世事无碍法界其他经上呢没有看到，唯独在华严经上有见到。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作征引，以证本经正显世事无碍法界，以及证明本经属于原教，实不容惑疑也。莲池大师啊，他辛辛苦苦写这个疏钞的用心，对我们净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真的叫力挽狂澜呐！你看一下中国佛教史就知道吧，在宋朝、元朝，甚至于莲池大师之前的这个净土宗啊，它是很衰落的。后来被这一个莲池大师一提倡呢，慢慢它又恢复了生气。所以在那之前呢，念佛人就少。自从莲池大师的提倡之后呢，念佛人又逐渐逐渐的增加了。自不大师遗宗，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跟着莲池大师的后面，专论本经中世事无碍法界之玄义，华严中立十玄门，是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原教之玄海，故曰玄门。这是贤首国师提出来的，这是唐朝时候的高僧，经一探玄机所说十玄次第。探玄机啊，是贤首国师给六十华严做的注解，因为晋朝时候华严经呢分量不多，只有六十卷，那个时候八十卷的华严还没有进来。引证经文以明本经十句十玄，念老引用本经的经文跟华严经一对比，凡是在华严经上有的，我们这部经上呢，哎，它也有相同的意思。于是则确证本经正属原教，即是中本华严，以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也。
把弥陀经、无量寿经、华严经做一个对比，华严经上有的，无量寿经上呢也都能够找到确实的证据。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下十玄有哪几个。第一个呢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夫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当年贤首国师啊，给《华严经》做了一个注解，分量不大，只有六段。标题呢叫做《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他这篇文章呢，把《华严经》理事修行都讲透了。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入法界，这个注解他写不出来。法界就是贤首国师在华严观里面所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大缘起，这就是起二用，所谓的从一体起二用。二用第一个就是法界，我们一般讲嘛，这个医报，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这个大宇宙。第二个呢就是正报，正报就是说的自己，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医报，那医报就是我们的环境，所以呢这就包括人事物三大类。这些物质环境、自然环境都是我们的生活环境，那谁是主宰呢？我们是主宰。华严经呢就是跟我们大家讲这个道理，我们的环境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流现出来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就叫做法界，也叫做法身，也称为法性、真如、真心，还有真实之境。其实哦，这段事情佛讲的名相啊好多啊，至少有几十个。那佛为什么同样一桩事情说那么多的名称呢？破我们的执着，破我们的分别。佛知道我们大家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喜欢执着这个名字相，喜欢计较这一个心缘相，还有喜欢呢分别这个文字相。佛告诉我们这个都要放下，所以佛菩萨常常劝我们要把这个分别执着妄想通通舍弃。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见到真相呢？你什么都不想就见到了，你那个不想也不想，那就真的是成功了。起二用，宇宙跟我就出现了。出现之后是什么样子？贤首国师在讲一个三种周变所起的现象，是自然现象，从自然现象里面再变出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这就起了三种周变。第一个是周变法界，所以我们大家想什么一定要小心谨慎。为什么呢？动一个念头它就遍及什么呢？虚空法界。第二个呢叫出生无尽，就是说这个变化呢它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它是层出不穷的。第三种叫含容空有，含容空有，含空就是心包太虚，容有呢就是量周沙界。这个讲法好啊，拓宽我们的心量。后面进一步讲到，一法成一切法，
一切法起一法，一法是无明业相，这是自然现象，就是经上常说的一念不绝。成一切法，这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变现出来了。所以啊，十法界一正庄严呢，不是逐渐逐渐产生的，它怎么出现呢？它是一时顿现。诸位同修，您开这个灯的时候，不管开什么灯，一打开那个开关，那个灯光是不是同时就亮了？这是不是叫顿现呢？他没有说这个灯管哦，左边先亮，中间的慢一点，右边再慢一点，是不是这样子？不可能嘛，它是一起亮。如果你把它关掉呢，它又同时的消失。而那个一时顿现呢，那个一时太快了，我们根本就追不上去，无法觉察。弥勒菩萨那个说法，我们如果把它换成是一秒钟弹五次的话，就是1600兆分之1秒现出来的。现在科技嘛，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比佛家所讲的还差600。说真的，这个科技啊也蛮发达的，他们居然能够用仪器探测到这么微细的变化。但是呢，这些科学家还没有开悟，为什么？他是用仪器看到，不是他证得的，不是他亲见的，不是他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也不是他自己耳朵听到的。那有没有众生用他自己眼睛见到，用耳朵能够听到呢？有，谁呀？是您。还没有，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到达极乐世界吗？我们还不是阿惟越致菩萨，到达那边就行了。到达那边呢，我们都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时候，我们是原教八地菩萨。那经上所讲这个一时顿现，我们就真的自己看到。所以哦，十法界一时顿现，就是一法成一切法。这里还讲到一切法起一法，起一法是我们的业报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呢，投胎不外乎两种业力，一个是引业，一个是满业。引业，引导的引，引业是我们过去生中修的五戒十善，才能够得到人生呐。上品的呢，升到这个欲界天；中品的呢，到人间来；下品的呢，就变成是阿修罗，还有罗刹。这是引业。那为什么都来到人间当人、做人？每个人长得相貌不一样。富贵穷通也不一样，为什么个头高矮也不相同，寿命长短也不一样，什么原因呢？这就是我们大家的满业不一样，满足的满，满业。那原因也很多，我们就举一个方面吧，这个过去生中我们修布施修的不一样。布施有很多种，讲的最普遍的是三种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到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呢，你健康长寿。所以您修得好，那这一生做人呢就轻松很多，福报大嘛。接着，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具足相应，就是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所讲的三种周边。第一个是信息，
无论是身体还是念头，都是啊周遍法界的。第二个周遍呢是出生无尽，这是我们的念头啊不停的在转换。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起一个念头后面都有果报的，有善的有恶的，那果报就是福或者是祸，就看我们想什么。第三个就是含容空有，所以学习大乘经典的特别好，帮助我们呢了解事实真相，知道我跟一切众生呢是一体的，那这样子我们的心呢就平了，没有高下之分，我们是平等慈悲的爱护一切众生，就像佛菩萨法身大士那个样子。念佛法门好，帮助我们大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契入佛家的境界。这个我们在前面看到嘛，日本高僧赞叹净土法门是真中之真，顿中之顿，圆中之圆。我们是很幸运又遇到这个法门，不能够让它错过。下面引用这个《华严经》上的经文，《华严妙严品》曰：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这是同时具足相应门。下面呢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所讲的，简称的叫大疏。大疏曰：如海一滴具百川位，是为此门之玄意。雨水、江水、河水、溪水等等，它们各自的味道都不同，但是一流到大海里面呢，都变成 是一种味道了。大家应该尝过海水的味道吧，苦涩的。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同时具足。经此经中具显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具显就是具足显明，我们这部经跟华严经呢真的是一样的。下面再举例子，如经中至心精进品所讲的法藏比丘于彼二十一俱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依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这个就是呢同时具足。下莲公汇集无量寿经的时候呢，就看到五种版本里面呢，有时候经上是翻成二十一俱之佛土，有的是翻呢210亿佛刹，两种讲法都有。其实他们的意思呢是相同的，那个俱之啊翻成中文就是一，21，我们不要以为说哦就是21个，不是那个意思。21表什么意思呢？表圆满。210亿呢也是表圆满。华严经是用10表圆满，弥陀经呢是用7表圆满，无量寿经上还有个16贤护等16正士，16也是表呢圆满。所以他们都是表这个大圆满，不是说一个确切的数字。当年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比丘，他用5大劫的时间到处的调查研究其他诸佛刹土里面的状况。多少刹土呢？21俱之佛土，或者说210亿诸佛刹土。好的他看，不好的他也要了解一下。所以啊，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依佛刹。善的他就要
采取了，保留下来，那个不好的呢，通通舍弃。因为这个缘故啊，极乐世界就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他将来所成就的新的世界，极乐世界就超过呢其他诸佛刹土。领导再讲，经中二十一句之佛土表无量佛土，这讲的蛮清楚的。所以说二十一呢不是一个数字。法藏比丘设无量佛土为以极乐净土。哎，从这儿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是什么，它也是汇集的嘞，是不是？我们这部无量寿经是汇集的，注解是汇集的，那极乐世界呢，它也是汇集的。人家是汇集哦，真善美汇，是把一切诸佛刹土的集大成哦，在极乐世界真正显现出来了。大家想不想去啊？应该要去啊。还在那边犹豫不决的，那应该要好好学这个注解，要好好学习无量寿经。是即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出，为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所以说华藏世界有的，极乐世界呢也能够看得到。不但极乐世界也有，它还比华藏世界更加殊胜，是为十玄之总门。这个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是总门，十一本经之总相，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相，当然也就是华严经的总相，同时具足相应。我们如果真的得到一点概念呢，同时具足相应呢就在现前，小在我们自己身上呢可以看得到，大呢在我们生活环境里面也能够见得到。那么我们要是能够真正看得出来，说句老实话，您就入境界了。本经实亦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实就是实实在在。我们能够看得出，能够体会得到，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智慧现前，知道宇宙万法跟我是一体的，我们同时具足相应，同时同处，同时就在当下，同处就在此处，圆圆满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所以十方如来跟我呢融成一体，无二无别，当然一切众生呢跟我也是融成的一片。所以佛菩萨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慈悲啊？理就在这儿，人家的爱心哦是周遍虚空法界的嘞。现在人呢真的缺乏爱心呐。以前看了个视频吗？有一条白色的狗跟一条黑狗，他们是好朋友，结果有一天的那个白色的狗被车子给撞死了，在马路上撞死了。哦，他那个好朋友那个黑狗呢就用他的这个前蹄一直在想把它唤醒，但是那条白色的狗就死了嘛。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啊，狗也是怎么，也是有慈悲心的嘞，不忍心看到自己好朋友这样子就死去。那人呢，当然也是有这个博爱之心。下面，又全持功德品中，其水亦随众生意。这是讲到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水的功德。它能够随众生意，一随就是一切水。极乐世界的水啊，居然有这么大的功德，众生所欲水之
冷暖，这一点就太好了。我们这边的水哦，你看都是一般从自来水公司输送过来嘛，那温度呢就比较低一点，一般都是大概10多度20多度吧。如果你想要热水呢，那就必须要去烧开水，或者用那个电炉加温它。没有电炉呢，那个水温不会上升的，不像极乐世界水想热就热，想冷呢就冷。还有缓急，缓就是慢慢的流动，急呢就是快速流动。深浅各个不同，每个人要什么，这些水呢都能够懂得人的意思。而此一水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心意。在极乐世界，这些水呢都能够满足大家的心愿。水是一法，众生之欲是多法。众生的欲那就太多了，每个人想法都不同的。而此水能同时相应于一众生之意，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也。为什么极乐世界有这个现象呢？因为性德本来如是。我们今天的麻烦出在哪呢？我们的观念错误了，我们迷了，迷了之后呢，自信的功德完全不知道。自信怎么样呢？它是有万德万能的，我们现在是暂时的丧失掉了，多可惜呀！本来是有很大能力的，现在怎么样呢？一点能力都没有，连个墙都穿不过去，还要从门走出去，所以那些正果的人看到我们都好笑，离开这个大厅呢，要出门，还一个个排队走出那个门。当然，佛菩萨知道我们嘛，有这样的错误的因，才导致呢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还把这个错误的现象，以为是什么很正常的。何况此水复能同时波扬无量微妙音声，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七宝池水居然还能够讲经说法，或闻佛法声声，乃至甘露灌顶受卫生。您想听什么经，就能够听到什么经。我们每天呢洗脸刷牙，您把这个水龙头打开，有没有同时听到佛法呢？没有，是不是？只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就听不到佛法了。极乐世界的水随时可以听到法音。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极乐世界的环境好啊，所以菩萨在那边喽，天天听到这个水声，就能够把他的执着分别起心动念给打掉。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法门呢，无量无边，每个人喜好不一样，有的人喜欢听这个法门，有的人喜欢那个法门，这些水呢都能够满足大众的需求。所不欲闻，了无所闻。如果我不想听呢，我想念佛呢，那时候讲经说法的一生就没了。那就跟我们这边不一样了，我们这边想要听经要把那个播经机要打开，要把电池装进去，是不是？您不想听呢，就必须要把那个开关要关掉。假如哪天我们这个播经机能够跟我们的意念连上线，那就好了。想听，那个开关自动就打开，不想听它自动就关掉，
这个就非常省事啊。后面还有一个更加殊胜的呢，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既然他不会退转，他肯定就怎么样了，一直往前进步咯，最后契入到什么境界呢？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就圆满佛果位。所以后面念老就做一个总结了，只是一水，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极乐世界的万事万物太多了，光是讲这个水呀，就让我们羡慕的不得了。那边的水呢，都能够满足我们大家的要求，都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天天时时刻刻提高境界。所以十玄门的第一门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只是一水，但能与同时同住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个个闻其愿闻之法，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这个相应不得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契入境界。譬如您听华严经，听着听着就入华严境界，那听弥陀经，听无量寿经呢，你就入弥陀境界。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听经，有没有说听一堂课就入境界呢？还没有嘛，是不是？甚至于我们一边听怎么样呢，一边听一边昏沉，在那边睡大觉，一边听呢在那边一边打妄想，这是我们无法跟极乐世界的水啊所相比的。因为极乐世界那个水包括了六层境界，都能消除我们的业障，所以那边的菩萨进步神速。我们这边如果没有法师讲经，如果没有播经机让我们听到，我们哪里能够闻到正法？如果没有经本，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讲了哪些开示？这是我们环境呢不如西方净土。可见华严十玄之总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仪。在本经讲是总相，我们呢能够体会得到。再看第二门，广狭自在无碍门。下面是清凉国师在《华严经》疏钞所讲的。大疏云，如净尺之净，见千里之隐，改净欲狭，而千里之隐欲广也。古时候嘛，这个科技也没那么发达，唐朝时候的人用那个镜子都是铜镜，那个镜尺之镜就是说大概一尺长这个镜子。那么现在的镜子呢是比较先进，用这个玻璃来做。一尺这么大的镜子啊，可以怎么样啊，见到千里远的影像。那么远的距离它的影像啊都能够看得到。这个镜子呢是比喻啊狭窄，千里之隐呢是比喻广大深远，它呢在这个镜子里面都能够看得到，这是广狭自在无碍。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了解一点天文这个知识的话就知道，你看现在这个天文望远镜那么小小的一个孔，我们透过它来观察外太空，再远的距离我们都怎么样呢，居然也能够看得很清楚。下面举这个例子，本经发大誓愿品云，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极乐世界好，
这两句话就讲得蛮清楚的。你看他那地方广大广博嘛，而且呢还庄严，还呢清净，同时呢光莹如镜呢、啊、好像一面呢擦得干干净净的这个镜子一样，清清楚楚，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底下的念老再帮我们稍微解释了一下，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就是广的意思，一刹之相不坏，这就是狭广狭，而这个一面镜子不坏，这是狭，利用无限之广与一法之狭不相妨碍，各个自在，故名广狭自在无碍。利用是我们的能力跟功用，自信所现的这个眼根很狭小，但是它很自在，眼起作用的对象是虚空法界，通通呢都收在这个眼根里面。如果没有第六识第七识，这个人就是菩萨。第六识最大的作用就是分别，第七识呢就是执着。哪一天我们也不执着也不分别，您就是谁呢？您就称为菩萨。眼根见没有分别执着，耳根听也没有分别执着，鼻子闻、舌头尝、身体接触都没有分别执着，跟六识连起来就起分别，跟第七识连起来就有执着，这是哪一种人呢？这就是我们凡夫了。从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原来造业的是哪几个识呢？就是第六识、第七识。所以法相中就讲嘛，转八识成四智，是从第六识、第七识来转。法相唯识中里面有这样两句话，我们也会经常提到：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只要第六识、第七识转了，那第八识跟前面五识呢，它跟着就转了。那如果第六识、第七识不转，那当然前面的五识呢也转不过来。好了，现在理跟事啊，我们都知道。那现在就差什么呢？要真修，要真正的、哦、把所懂的这个理跟事，在日常生活当中做这个实验的功夫。我们真的想啊，不分别不执着难呐、啊。说不分别还在搞那个不分，还在分别；说那个不执着还在那边执着，执着一个不执着，分别一个不分别，是不是难喽？那阿弥陀佛很有智慧啊，他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转第六识、第七识呢？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它之所以可贵啊，它允许我们大家分别，允许我们大家执着，也允许我们想。你说还有哪个法门能够跟它比的呢？那修别的法门呢，执着分别打妄想是不能够出六道的，唯独净土法门呢，想阿弥陀佛不但能够出六道，还能够出十法界。好，下面进一步讲。又遇见诸佛净国庄严，系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亦复如是，同名广狭自在之玄门。在这里呢，用镜子来做比喻，说明呢广跟狭同时存在，广中现狭，狭中又现这个广。现在科技很发达了，所以一面一尺长的镜子，那是很大的一个物体了。现在搞那个电子科技人都知道那个晶片嘛，小小一块晶片里面容纳的
这些信息量就非常大，所谓的包罗万象啊，这不就说明吗？小中容大，大没有缩小，小的也没有放大，它能够互不妨碍，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希望科技啊以后越来越发达，那这样对于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也就越来越清楚。但是讲的最清楚的还是什么呢？还是佛法。为什么？佛法教我们大家不要用第六识，不要用第七识。我们呢一般这个看电视、看电影、看手机，看到这个屏幕上，那谁去看这个屏幕呢？你看这个前面不是电视吗？谁看呢？第六识、第七识，这叫眼识的相分，眼识的见分是它起作用，能够见到外面的现象，见了之后呢，就落在它自己的相分上，这个相分传到第六识、第七识，再传到第八识阿赖耶，阿赖耶也有个相分，这个相分呢就传到他那个相分里面了。所以我们看自己这个身体啊，光是这个眼睛哦，也是功能怎么样的，非常复杂。我们接触到外面种种的境界，还包括我们这个舌头，我们这个舌头一尝到那个味道，它就立刻就传到第六识的相分，传到第七识的相分，第六识的见分圆他自己的相分，他圆不到眼识的相分，圆不到耳识的相分，他只圆他自己的相分，他这样传进去了，在他自己的相分里面呢，再起分别执着，有种种的感受，所有的感受通通是第六识、第七识、前面的五识呢不起这些作用，它只是接收信息。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广狭自在无碍。所以我们光是从自己的身体啊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后面这个比喻呢也是经上所说的，我们在极乐世界想要见到他方诸佛刹土怎么样？悉于宝树间见，你只要看这些七宝树都能够见得到，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就好像我们坐在桌子前面，桌子上面有一块镜子，这么近的距离把他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实际状况啊都见到了。再打个比方吧，大家不是有手机吗？现在手机功能很强大了，您在图文吧这个地方把手机要打开连上线，要跟中国的家亲眷属这样看到对方的画面，听到对方的声音，可不可以啊？也可以。您没有过去，他也没有过来，居然就怎么样呢，在小小的这个屏幕上就能够见到画面，也能够听到呢彼此的声音，这不就是广狭自在吗？再看第三本，叫一多相容不同门，还是清凉大师的解释。大疏云，一世之千灯光光相射。一般呢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你看现在我们把这个讲堂的灯打开，这么多盏灯，光光呢是互相融为一体。念老在解释，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是为相融，而一多之相不失，是为不同。什么叫一多之相不失啊？你看我们把这个灯啊全部打开的时候，每一盏灯的灯光呢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灯光，但是我们把任何一盏灯关掉，那其他的灯会不会受影响呢？
也不会，其他灯还照样亮着，只不过是感觉到整个房间呢稍微暗一点这样子。所以光跟光之间呢是不会互相这个影响的，他们是异多相融，有相融的能力，有不同的各自的个体。在长极光里面呢，跟这个情况呢是完全相同。长极光是自性的性体，那它有没有一多呢？有，确实有这个样子。一念不觉，我们就迷了。迷了的时候呢，实际上那个光啊，它并没有失掉，光的作用呢也没有失掉，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我们迷了之后，把这个真相就没有再看清楚，也没有听清楚。迷了之后啊，后面的问题是越来越迷啊，迷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回头啊。大家还想听下面一句话吗？我们现在叫迷得不可开交，这个有妄想已经是很麻烦的了，再加上第二个还有分别，这叫迷上加迷。另外再加上呢执着，这就越发的迷惑。所以阿罗汉呢，他就比我们六道众生呢有智慧了，至少人家知道什么，整个六道是假的，他就不再执着六道了，他出去了，他对六道里面的情形呢一清二楚。当然他还要向上继续提升，那法身大师呢，他对于司法界都清楚了，他知道整个司法界也是假的，所以他超越了，就到达了这个一真法界。那是不是就完全毕业了呢？还没，还要继续努力，要把这个无始无明的习气全都舍弃掉，回到长极光，他才知道说原来十报庄严土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虚幻想。所以我们自己啊，看了佛经之后要想想我跟佛菩萨的差距有多大，放下很重要啊。那么十玄门的第三个是异多相融不同门，底下还是举华严经上的经文，这是华严卢舍那佛品所讲的，以异国土满十方，十方入以异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华严经上说，一个国土遍满十方诸佛刹土，而这个国土呢并没有被损坏，它的本相呢没有被破坏。打个比方吧，就好像我们打开电视连上天线，哎，看到外地的其他国家的新闻报道，那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地区的新闻报道，看到他们当地的这些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人事物等等传过来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对方那边的实际人事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我们再把这个电视关掉，那对方这个人事物呢也是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这个电视的屏幕啊，它是起到这个显现的一个作用。我们要看到远方的这些影像啊，还要借助科技这些工具才行。那圣人他们需不需要这个电视手机来看远方的影像呢？不需要。阿罗汉怎么看呢？他怎么知道呢？他入定。哎，入定他就见到了。大家看过地藏经吧，你看婆罗门女是不是，他遇到一个阿罗汉，阿罗汉就入定，就看了他的母亲，
怎么样了。但是法身大士比阿罗汉还厉害，法身大士要看任何地方的情况，他不需要入定，他本来就在定中，他想见随时可以见，想听随时都可以听，而且呢是真真实实的见到，真真实实的听到，这个功夫比阿罗汉就高很多了。后面是念老所讲的，一土满十方，十方入一方，相融之意也，本相不坏，不同之意也。本经中弥陀宝相普熏愿文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这是据我们这部经上啊所见到的经文，念老给我们稍微做了个解释，彼国万物中任何一物，彼国就是极乐世界，那个世界啊有两种殊胜，一个就是光明殊胜，一个是宝相殊胜。所以西方净土也叫做什么世界呢？香光庄严。所以有的寺院呢，修净土的寺院呢，它也取个名字叫做香光寺，您看这个名称就知道那是修净土法门的。皆为无量宝相所成，哎呦，到达极乐世界所看到的任何物质都是宝相啊，我们这边所见到的物质是不是宝相啊？连香都不香，是不是现在的香啊跟以前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那个用的香点的香味道不一样的。记得我们刚刚在夏威夷哦，那时候才学佛，那时候90年代吧，你看三十多年前的那个香味道好闻，现在的香啊都是也不晓得他们怎么加工的，总之闻的那个味道啊就不如以前味道那么样的，让我们这个身心呢感觉到特别的舒服。那极乐世界呢不但是香，而且还是宝香，那个味道更加殊胜。以无量相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入于一法，表一多相融。无量宝相入一物，这是一多相融。有一物之相啊，有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共存，表两相不同之意。又此相遍于十方，复名一法，遍于多法，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这些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的宇宙，佛经上讲法界，所以大乘经典是给我们说明了宇宙的真相，真相是永恒的，真相呢是不生不灭的。我们看了这些介绍之后，要能够肯定，要能够相信，自信遍一切处，自信呢遍一切时，自信圆满具足经上所讲的这十种义门。依法呢都充满法界，这是我们在修华严奥旨望见华严观藏所看到的。贤首国师特别给我们讲了三种周遍，周遍法界，出生无尽，含容空有。那么这里面呢，一法便于多法，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整个宇宙啊都是一体的，这个呢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常常呢给我们指出这个事实。
假如我们现在每个人呢都能够接受这一个观点，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了，军队就没有了。所以大圣经典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大力的提倡，要广泛的宣传，要把我们内心呢所具有的那个仁慈博爱再把它重新的恢复过来，不要再互相伤害。其实我们伤害对方就等于伤害谁呢？不就是害自己了？因为我跟他就是一，不是二，不是三，不是多，是一。所以这个十玄门呢真的是蛮重要的。再看第四个，诸法相即自在门上显相融，此表相即。前面呢是讲到啊显示这个相融，而这个地方呢是讲到相即。静意，这是晋朝时候翻译的六十华严。华严十住品云：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两句话我们会经常引用的，这是佛在经上所讲的。念老呢再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譬如水之与波，以水喻宜，以波喻多。水波，水波，波就是波浪呢，不管是河水还是海水还是江水，请问那个波浪是什么？波浪还不是水，对不对？所以怎么说它就是一桩事情。所以后面就说了，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彼此相即而各自在，故云相即自在。走到海边呢，你就看到这个海浪呢不停的涌现过来。哎，这个海浪会不会有一天它不会再出现的？有的。什么时候呢？当这个水恢复到平静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浪了。什么时候这个水恢复到平静呢？有人呢他答得蛮快的，不起风就好了。这还不是根本的。有人在说地球不转了就好了。地球为什么转呢？为什么会有风呢？因为我们有想法就产生了风，因为我们有想法地球就转起来了。哪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了，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个时候地球它就定下来了。所以这里跟我们说到啊，水跟波是一不是二，这叫做相即。水变成波，波呢就是水，彼此相即而各自在，水自在，波也自在，所以叫做相即自在。有大书云，这是华严经书钞，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这一点呢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概念。再多的这些，你看走进这个卖金器的这个金铺，琳琅满目，那么多的金银首饰哦，您仔细看，它其实成分都是什么呢？都是黄金打造的。所以金跟这些金色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它们是一不是二。这个也都是告诉我们呢，心性是一，现象是多，诸法是现象。从体性上去看呢是一不是二，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当然就得到自在了。我们看到同一个心性，随不同的缘，它就变成佛菩萨，变成声闻缘觉，也变成呢六道众生。但是无论怎么个变法，它还是同一个字体，就好像黄金嘛。黄金呢，古人说个比喻吧，叫以金作器，器器皆金。一切万物都是由这个自性显现出来的。下面再举个例子，
至于本经《法华音地品》云，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佛这种能力呢，我们是很羡慕的。其实呢，这个从事翻译的人呢，他也蛮希望有这种能力的。如果您做翻译的话，您从小啊就有那种语言这种神奇能力，不需要学，自然就知道每一个国家地区的语言，一听就知道他说什么，您讲的话呢就是他们那个话。那佛呢，妙啊，他一张口所说出的音声，台下再多的听众所听到的音声都是他们自己的母语，这个多妙，所以大家听起来特别亲切。而我们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呢，也都有这样的能力。这讲的是音声，下面再说这个容貌。又能现以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念老进一步讲到，一名一音中一切音，一声中一切声。佛现身是一声，叫做法身，一切众生呢随类见。有的人想见佛像，那他就现个佛像；有的人想现啊，有的人想见菩萨像，他就现个观音，现个弥勒像、弥勒菩萨像，满足他的要求。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多即是一，一即是多，如水与波，一水多波，是相即自在之意也。这是我们这部经上啊所讲的。另外，在这个《歌叹佛德品》里面，也举了个例子做印证。其所散花，这是极乐世界啊，空中有散花，其于空中何为一花？那么多的花朵，它自然而然在空中呢，形成一个大的花盖，一个圆形的花盖。花皆向下，就说那个花朵呢是向下的，端圆周匝，化成花盖。这个很好看的，念老就讲了，多花成一花，故多即是一，一花中含多花。我们这里嘛有比较相似的，你看一个花环，是不是？我们就或者说花圈，它是很多种花呢，就把它插在一起。所以一朵花里面呢有很多种花，那么这个花盖里面呢含着不同这种颜色的花朵，非常美妙。故一即是多也，是为本经中显现之第四玄门。我们光是看这个花盖，就能够了解到第四种诸法相即自在门，在极乐世界呢也能够见到啊。一朵花就是花盖，那么花盖里面呢又含着无量无边的花朵。那如果有其他的菩萨接着来上花供佛呢，那前面这个花盖就怎么样呢？自然就消失了。哪一天我们在图姆巴也能够看到上空有花盖也多好，是不是？那是大家福报真正修起来了。好，再看第五个。讲到这里大家听得清楚吗？能够跟得上吗？可以啊。好，再看第五个。隐秘闲鸟聚成门。这个闲就是闲鸟，另外还有这个隐秘。具体来说，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不是讲了五句话吗？第三句话就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叫做隐秘，全都具足。而第五句话呢，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能生万法就是闲了，这是性德。没有缘的时候就隐秘，但是不能够说它是什么都没有。有缘的时候呢，它就闲了了，所以不能够说它没有。隐秘的时候称它为真空，闲了的时候称它为妙有。这就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功德。隐秘的时候是真常，真常的本相，闲了的时候是应现，是为众生而应现。换句话说，隐秘是自受用，闲了呢就是他受用。隐秘的时候是清净平等觉，闲了的时候呢是大慈大悲，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所以说，隐显俱成是不可思议的法门。下面引用清凉国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所讲的一句：“若片月成空，慧明相并。”念老给我们指出，这个是指隐处俱显，显处俱隐也。到了晚上啊，大家看这个空中，如果今天晚上能够看到，今天是晴天，应该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月光出现这个空间呢，这个太空呢，它那个地方就显现了，而距离这个月亮光比较远的地方呢，就比较暗。隐显呢，通通在一起，同时出现。我们现前这个世间是人法界显现了，所以我们见到很多人。其实不但见到人，还见到谁呢？见到动物。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其实也是蛮复杂的。其实还有很多众生我们都没有看到。佛家常说嘛，十法界众生，我们现在只看到两个法界众生，人法界还有这一个畜生道这些法界。因此呢，这个隐秘闲了，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可以见到的。等到哪一天呢，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一些，您这个六根的能力呀，就看得越来越多，耳朵呢听得就越来越多了。底下再举第38品的经文：本经礼佛现光品云，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寻。我们如果有这种能力，那就太殊胜了。你看佛这个手掌就了不起了，他能够放光呢。诸位同修，如果我们能够手掌放光，我们需不需要现在开灯啊？不需要了嘛，那就省了很多电哦，是不是？那佛这个光呢，能够照多远的距离呢？一切诸佛刹土，所以在光中呢，能够看到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一些景象。那像多远的距离呢？一寻是多远的距离啊？八尺还不到一丈呢。我们大概这个电视吧，电视这个高度上下大概一丈。比大家距离物身距离还要短很多。又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溪大开辟，皆同一色。大家不但看到诸佛刹土，还看到呢三恶道。泥泥就是地狱道，溪谷呢有这个龙蛇，所以代表畜生道，还有这个幽冥，这是鬼道。那么在佛光的加持之下，悉皆开辟呀。当时在七都觉山，这些大众通通都见到了，这种景象啊，太殊胜了。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晃漾浩瀚。晃漾就是水浮动荡漾的样子，浩瀚呢就是水呀、啊、非常盛大的样子。在这里把这个佛光呢比喻为这个大水。那么水，我们讲到这个发大水了，那其他的万物呢都沉下去了，只是看到这个水，用这个水呢代表佛光。这个瀚呢下面还解释一下，是广大无际的样子。在文选郭璞赋里面有瀚瀚之词，这是形容大水。其中万物沉默不现，大家有没有坐过船呢、啊、到海上坐船有没有坐过？你看坐那个大游轮开到那个深海里面去，只看到什么？旁边都是海水，海当中只有您这一艘船，就类似这个样子。所以啊，唯见大水啊，这是佛光的殊胜。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都说明呢，佛的声光不可估量，他的光明呢能够彻照遍照一切诸佛刹土，当然他这个光呢也到达我们这个地区。念老呢给我们稍微说明一下，即表一切法，即于佛光之一法，则一法显而万法俱隐。这个一法呢就是指佛光，佛光一现，那一切法括弧里面解释是此土万物还有圣贤光明，他们就怎么样呢，就见不到了。所以佛光一照啊，这个大地所有的光呢全都见不到。我们打个比方哦，今天是晴天嘛，这个太阳光一现前的时候，您如果手上点一个蜡烛站在阳光底下，您自己点这个蜡烛，当然您看得到烛光了，可是远处的人他容不容易看到您手上的烛光呢？就不太容易了。用这个阳光比喻什么呢？佛光。所以佛光呢是明耀显赫。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呢，声光居然也跟阿弥陀佛怎么样一样啊。所以升到极乐国土，利益之殊胜无与伦比。这是讲到十玄门里面的第五个隐显俱成。好，后面还有另外五个相，我们留在明天呢再来一起学习。大家呢可以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呢把这个后面的五玄门呢多看一下，看一下呢我们再来听这个讲解啊，就比较容易明白。莫学悟圣初习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